怎么又是蓝色花啊？我靠，余震建模，行，余震建模了，都开始余震建模了，是时候开始冰河世纪了。我很讨厌这蓝色花，你知道吗？蓝色花就不能偷蛤蟆，欢迎来到英，就只能偷一个 buff。能勾着不？哎呦，400！哎呦，300！哎呦，300！哎呦，300！这300没给，哎呦！红咱就不弄了啊。那赵信也应该给我的，其实赵信一给我，我又来300。我是有计划的巨魔，耀光加皮海，建模是吧？建模，嗯。建模，扛不扛？巨魔们就要打仗了。嗯，这也能打着。你怎么不回家呢？你这不等着让我咬呢吗？不回家那我可咬你小屁股了啊。耶，还有船。再见了妈妈姐们，我就要远航。我也有传送。卡个眼儿的。大宝宝，帮我推一手。不让推了，我们溜了。巨魔陪审团也是巨魔，刽子手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我们先出西兰刀吧，这把就先出西兰刀了。我已经500块钱赏金了。红好了，你拉倒吧，4分钟红就好了。你觉得红 buff 多长时间刷新？4分钟就让我去打红的。
其实我们可以推的稍微慢一点，推的太快了就得越塔杀的，越塔不一定能杀得了，而且他是余震建模，直接越了试试吧。我闪一手，省着体型太大被塔砸了，被塔砸了我们就没办法拆塔了。据我多年经验推断，这波防御塔好像能拆掉。给我再来点蓝。六分钟一塔，我们走。再来个提亚马特，可以开始推二塔了。峡谷先锋都没上班呢啊！峡谷先锋这个纯就是六分钟推掉的，纯纯的六分钟，我们才六级。先把他余震打下来，挺好。他升六了吗？先咬他，抡，咬，塔后插个眼儿。算了，拆了得了，我也只能死在这里了。看看赵信能杀不？杀不了，我们就拆二塔吧。没办法，人太多了。来个红宝石，你先打，然后给我放上路，或者给我，我直接拆高地。给我下当了，来了个七百。我上高地努努，我会让他见识一下寒霜之咬。那巨魔搁高地待着呢，我这巨魔呀，剑魔呀，剑魔。Hello。Nice to meet you。遇到我，管他的倒霉。不用理他，直接拆。这么老些人吗？啊？这人也太多了，拆塔皮，快点的！咱妈的人太多了，五六个人跑过来了。
传送。先把这波兵收了吧。走，去把那高地打了。赶紧，还有八秒钟就复活了。那卡特估计也快到了，我们得赶紧去拆去。快快快快快快快！这波赶紧到，赶紧走。这波赶紧上高地，赶紧把高地拆了。挺烦人呢。这卡特这么讨人厌吗？这卡特琳呐。挺能上来呀，一直上啊，来不及呀，我发现还是得直接去，直接就去推他们家这个上路，得直接去推去。换下路拆，不换下路拆，必须得把高地拆了，然后困住他们家一个人，再去推别的路去。没事，我已经知道怎么推了。我们直接走过去，不要兵线。他们不知道我啥天出来推了，他们要么就一直在家里边守着，知道吗？要么就一直在家里边守着。好，这波全在下路呢，去推去。先上个高地，困住他们家一个人，先把高地推了。队友那波还打赢了，漂亮啊！没打赢了，没打赢了，把兵线清了。别他妈追了，怎么一直追？你精神病是吧？有病我给你治治，你不让你下路塔吗？我他妈给你治治，我不让你一直追，建模的船。你们玩吧，我去下路。帮卢仙推塔的，一直追，就让他们追。我得赶紧破剑者了。追三个人抓一个卡特，三个人抓一个卡特还抓不死吗？先回家破剑去，这波可能会被抓，我们猥琐一点，让剑魔上路自己跟那炮车玩的。好，这波没有人顶他一下。这叫秀死我呀！我的妈！这把队友挺厉害，这把队友卡特都基本上算是有点无敌了，他们都能打过。那如果他们都能打过的话，那这就好办了，这可太好办了呢。台中，
发现这 ADC 你不干他啊，他就在那一直在那装，不知道为啥他就一直追你，你也不明白凭什么追，他就一直追你。这 ADC 给你玩的头真愣啊，看看建模，他是两分钟三分钟之内吧，建模是出不来了，建模就一直只能在上路待着，不在上路待着门牙塔就没，他就只能一直在上路待着。传送，这不用管我，还真的很烦。卡特死了，放峡谷先锋推中，上单看一下地图，你早点放峡谷先锋，他们家高地都没了，你直接放先锋啊，你不早点放先锋，你把先锋一放，那塔一撞，你就让他们家追我，我的死都无所谓，我都可以直接送，我觉得我可以直接送。这帮人就老硬追，就一直追一直追一直追，就让他们追，使劲追。追的时间越长越开心，就使劲追。推上中了挺好，让他们推，这四个人推中不挺好的吗，让他们推，来下路高地没了，赶紧查个眼儿。我这波我觉得我可以送他，我直接送基地，我不给你，我直接去基地就送去，我们直接送基地，然后来个铁刺鞭，反正我也跑不了了，我也不跑了。卡特一人杀三个，杀杀吧，关键的努努也不放先锋啊，你快点放啊，你把先锋赶紧放了。下路已经不用了，我们赶紧去上路，怎么的还要打大龙啊，来这边小团一下子啊，这都到家门口了，可以干，来来来来来，这都到家门口了就可以干了，堵一下，先把赵信干了，来杀了卡萨，把这三件套大巨魔推中，
推中。我有柱子，那卡特没办法放大，直接推中。那峡谷先锋上路让他自己玩。那队友呢？哎，漂亮。穿个眼儿来。去推中，去推中。去推中，对，蓝枪推中，让他们追。你看这帮傻子们追。使劲追！哎，蓝枪把中路一推，我们把上路一推，先顶他一手。赶紧推中路的超级兵，这不就完事儿了吗？这就拿下了。可以跟他们玩一会儿。大龙，把大龙拿下。哎，这咋救啊？这救不了。把大龙拿下，他们自己搁基地里边玩吧，让对面很认真玩一会儿。来扛一下子，回家我们来一个挺进，跑得快一点。去打小龙，传送一下。赵信还出去打小龙去呢，那赵信。我们就可以带着这些超级兵，哎，我闪现呢，我摁闪了，不好使。哎呦，我这巨魔，不是巨魔，剑魔。大军压境，50块。